车玩的也是一门学问，跟着旅杰一起用脚独立行，旅途台湾就在三立。老师，恭喜啊，入围金钟，什么感想啊？正所谓第一次抱金钟就上手，那当然，虽然我们这个舔为入围这个金钟奖的主持人奖，但是说实在话，很多人说啊，老师你主持人很好或怎么样，我不是弯稿，是后制稿。那非常感谢我们整个团队，虽然我们节目没有入围，虽然只有主持人奖入围，但是我非常感谢整个我们旅途台湾的团队。就像我之前写的文章在脸书上写的，就是其实最辛苦的是你在镜头里面看不到的那群人。谢谢大家。